深读一分钟，你的健康深读馆。吴云峰，副主任医师，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。脱发治疗篇，口服药物。雄激素搞得毛囊萎缩，头发长不出来，这才秃的。高彤如果没碰上搅屎棍五阿尔法还原酶，也不会变身超级版雄激素双氢高彤，加大祸害毛囊的能力。非那雄胺口服药就是专门抑制五阿尔法还原酶的，能降低五阿尔法还原酶的活性，减少双氢高酮的生成，控制住租借毛囊的坏蛋数量，毛囊也就安了。特别提醒，该类药物适合男士服用，女士用前需好好跟医生沟通，孕妇禁用，女性患者也有专属治疗药，罗内酯或环丙孕酮。罗内酯不但能减少雄激素的分泌，还能提前霸占雄激素受体，降低雄激素搞事情的机会，从而减少雄激素对毛囊的破坏。环丙孕酮也是一种能降低女性体内雄激素水平的药物。外用药物，要想头发长得好，就要改善毛囊的生存环境。将米诺地尔类外用药涂抹在头皮上，能刺激头皮血管扩张，改善头皮的血液循环，让毛囊健康起来，头发也就茁壮成长了。植发治疗，连头发带毛囊一起取下来，移植到灾区，让不毛之地重新焕发生机。移植的头发多选于后脑勺部位，一般3至6个月后，新头发就生机勃勃了。深读是个宝，常看身体好。